色却十分苍白。此重大的抉择，我已经死了。哎，就问你啥吧。这个一居然没打到。其实我的 Q 和一是一样远的，为什么我的 Q 能 Q 到，一却打不到呢？兄弟们，给你们科普一下，因为其实我的一是有弹道的，就是我 Q 的话，我是从直接从他身上吸血，一的话有弹道，就是我一是需要飞过去的，他在我飞过去的这个飞的空中，他往前面走了一步，所以就一不到。我操，鳄鱼，鳄鱼还是打了。少个点啊，那伤害。愿意送我点血吗？我觉得我很不爽。Shut down. Double kill.
口的静脉。我现在有心脏的优势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我操，来了个猛的。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，他妈这铁男这个时候下来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一次瞬息练习。确实是肉啊，确实是肉啊，水银鞋。有点极限，有些东西正在流出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完了完了，他不可能在塔下。哎呀，我刚才应该胆子大一点，往这边走位，往这边走位，把他 Q 死，然后凯旋回血，有说法的。
我们胆子大一点就好。我有凯旋的，我总是忘记了。我凯旋回了血局，绝对足够我扛一次他的。
血液正在慢慢滴落。之月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血块不通。
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守护之约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我的杯子已经倒了。血块变厚了。一次重大的抉择，让我们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。鲜血都流出来吧。守护之夜，多美妙的名字啊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
been destroyed.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Thank you.
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